好啦，跟住到下一套呢，都係一啲男人嘅浪漫嚟嘅，我覺得係。真人版就有佢嘅一定乜叫助力啦，拉打以外嘅話就。2005年開始以宮憲太創製一套，有別於即係傳統我哋卡門拉達同埋行得超人嗰套，係另外一個系列嘅特攝片啦，就阿郎。係啦，但係我哋今次講嘅就唔係真人版，我哋講嘅就係動畫版。咁啊，動畫版其實佢就攞翻就係、是、早於牙狼時代，即係我哋所謂嘅特攝版嘅牙狼之前嘅故事啦，佢應該係攞咗。咁佢今次個名字就係叫做牙狼炎之黑刃。咁呢一套呢，嗱，我個人咧其實自己就冇真係睇過牙狼嘅特攝版嘅。我都係今次見佢有呢個動畫版嗰時候，嘗試一睇嘅動畫版究竟會講啲乜嘢啦。咁我本身係最開，即係零年開始由第一部追到依家即係第四部啦，同埋嗰啲 OVA 基本上已經睇曬嘅係。但係嗱，佢今次個故事其實就都比較大路易入口嘅。首先個 background 上大家都唔會話係好難去 get 到，就係、是、都係當係呢個狩獵魔女咁樣嘅，咁順帶就將牙狼嘅設定就去套落去呢個故事裏面啦。你當係中世紀歐洲嗰啲有劍有魔法嗰個世界啦，不過唔係魔法，佢係魔術嗰啲嘢咯。不過嗱，即係不得不提，即係我哋之前都會有講過嘅，今季真係好鬼重口味。呢一套咧都口味亦都唔係話，即係佢唔係去到好重，可能基於嗰個畫風啦，再加上就係、是、暫時嚟講啦，牙狼我有聽過就係其實基本上嗰班魔界騎士咧，其實你唔好當佢哋係一個好人啦，你當佢哋係一個，不過係家族生意係，可以咁講啦，家族生意啦。呢度個故事裏面其實就係講喺開始嗰陣時，王國啦，為咗醫好咗皇帝嘅助咒啦，要處以個魔女嘅一個火刑啦。咁、魔女就喺呢個時候就誕生咗阿男主角出嚟啦。好犀利咯！唔知點解屙咗出嚟嘅，從口味啊嘛，你冇擠帶係冇擠帶嗰個先犀利啊！你又唔係魔女係咪先？你點知魔女點樣生啫？話你魔女就話要喺火裏，我哋唔係揣測魔女生仔嘅過程，冇錯，係啦。咁啊，佢呢個時候就俾另一位嘅魔界騎士啦，就帶走咗。其實嗱，個故事去到而家就第二集啦。其實我哋諗嗰時應該播咗第三集噶啦，但係就未睇啦。我唔係其實好肯定阿祖郎究竟其實係咪牙狼嘅阿爸，因為佢冇講到好明話嗰個魔女生出嚟嘅男主角究竟係。只是名義上認阿祖郎是阿爸，定還是其實他真是牙狼的阿爸嚟？有個特徵嘅，即係你知牙狼佢呢個點樣祖傳生意獨子經營，即係阿絕狼，即係佢阿爸佢生仔咧，因為同一血緣關係，可以將個副甲傳俾個仔嘅就係、是。咁即係佢第二集就講過阿、你有副甲，即係阿仔有咗黃金騎士副甲啦。咁佢啲副甲冇人繼承，要揾個人繼承。即係如果理論上，如果牙狼佢想繼承，可以繼承翻絕狼副甲嘅係，咁就可能兩個血緣關係。但係而家故事未講明，我哋有揣測嘅啫都係。因為其實如果佢講到個 case 嘅話咧，就唔知道究竟阿魔女即係阿牙狼嘅母親啊，究竟係咪佢都係套甲就係佢嘅？黃金騎士副甲咧，應該而家陣時我哋角度應該係繼承佢阿媽嗰代嘅係，但阿媽因為嗱，我講 TV 版，即係佢之前特攝版就講明咗嘅，其實就係、是。得男人先要著到副甲啫，女人係唔可以著嘅就係、是，即係佢阿媽可以繼承副甲，但唔可以著呢個情況應該可以講得通嘅就係、是。明白嘅呢、這個就會係，即係故事裏面亦都係啦，即係佢都唔係好介意就係話色情啊、暴力啊、血腥啊。我唔知特攝版嘅牙狼係咪呢個？特攝版都係，佢一個賣點就係每一集即係有時候揾啲女優翻 AV 女翻嚟做啲裸露鏡頭嘅係，咁呢個佢特色之一嚟嘅係。係啦，咁即係你見到第一集裏面阿祖郎都係幾重口味嘅條友，即係明知嗰條友係敵人，仲要唔係人，佢都仲可以搞得落嘅喎。我覺得呢條友照得唔好嘥啊嘛，跟住之前照彈翻先係咪先？即係你明知嗰只係合窩嚟㗎嘛，大佬。雖然外觀上係一個官能嘅享受，但係內在如果你知道，即係正如就係、是。當你知道你食緊嘅係地溝油嘅時候，你係唔會想食噶嘛？唔係你明白佢食慣地溝油噶嘛？嗱，你明白佢為咗要做人生下一代，佢真係乜都溝得落嘅就係佢有博愛嘅人一個。
咁啊，其實個故事裏面就一直其實好典型，就係啲中古世紀裏面咧，皇帝受到詛咒咧，都一定其實唔係關其他人事，係關佢身邊個法師事嘅。而當然啦，呢次其實個故事裏面只不過係叫做咩咧？係魔界騎士佢哋之間嘅內亂，因為本身就係話落詛咒俾呢個皇帝嘅咧，就係魔界法師嚟嘅。有需要講講背景，因為佢呢套動畫佢冇點講嗰啲牙內設定，佢可能 reset 咗啲觀眾其實之前睇真人版嘅，咁就講講翻先。本身有個番犬所嘅，即係番犬所入面咧就會管理一班，即係當你當係一啲封建嘅地主啦，咁下面一班細咧就係魔界騎士、魔界法師嘅就。咁呢班魔界騎士法師就聽從都係打工仔，聽住老闆即係番犬所嘅命令去行事。但問題呢個事，因為即係我哋嘅 boss 應該就係之前嗰位魔界法師，佢背叛咗番犬所走出嚟，就可能自己獨立咗啊，定可能唔知咩企圖，我哋唔知道。總之佢係之前佢係本身番犬所嘅，所以佢熟悉番犬所嘅內部一切，可以點翻曬。可能你記得第二集佢係點翻曬啲人轉頭，陷害曬佢哋嘅係，即係你當係內鬼咯，而喺邊度？即係現階段其實嗱，重口味嗰啲嘢嘅，其實佢就唔係去到話我哋最早講嗰套，我哋第一套講嘅呢個《天使與龍之輪舞》嗰套咁樣嘅口味啦嚇。即係但係佢裏面去翻打鬥嗰方面咧，其實都見到㗎啦，係用 3D 動畫嘅 character 去繪製，但係咧其實個故事裏面而家暫時嗰個嘅動作畫面咧個處理，我覺得係唔錯。其實今季裏面好多嘅動作畫面嘅處理都唔錯。除了呢套之外，就是我哋之後會講的其中一套，就是巴哈姆特之路。其實當中裏面你嗱，我覺得咁樣講嘅呢兩套牙狼同埋之後我哋會講的巴哈姆特之路，佢哋有一個共通點，就是你會覺得佢嘅 character 嘅設計，佢唔係佢係真係走翻少少回頭，就係復古風嗰種咁嘅 style， 未必係人人接受到，所以我好預計其實呢兩套咧，佢係食唔到話係好大嘅銷量，或者係好大嘅人氣。但係我覺得話，如果你著重係一個戰鬥嘅畫面嚟講，或者係其實屠殺嘅，因為其實呢一套嘢咧，我都好老實講話，除咗男主角之外，我覺得邊個死都係唔係一件奇事嘅。佢未必會死嘅，不過變咗火拉仔喎嘅嘢㗎。而裏面你話見到好多就係話好多 character 其實反而因為你冇咗呢啲所謂咧，你要幫個角色去做一啲叫做想佢漂白，或者係想佢叫做有一定人氣咧，所有角色都係冇乜下限嘅。包括我即係包括等間會講嘅巴哈姆特之，所有人都係冇乜下限嘅。其實係，即係佢要去到幾露骨。都可以嘅，其實係。反而依啲咧，你加落去戰鬥動畫裏面咧，你會睇得爽嘅喎。其實依啲角色係想打咪打咯。唔係，阿朗佢本身 TV 版佢都係呢個風格，即係好人就可以看到底，奸人咧基本上一世代奸人咧就有得奸人嘅，其實都冇乜點變過嘅就咁。呢個我諗呢個設定會用翻去動畫版都會用翻呢個風格都會係。同埋佢打鬥方面其實係點講咧？即 TV 版其實第一、二、四部咧都會係用翻真人打，即係真人著住套甲打，但係第三部咧就嘗試咗係電腦 CG 打嘅。咁我而可能用歌詞經驗擺翻落呢套度。咁佢啲錢我而係真係幾多下幾套嘢真係。佢至少我覺得佢啲錢多過 TV 版啦，係咯。不過但係有趣，其實即係你原本已經係喺特攝嗰邊啦，其實自己佢已經係殺咗一條血路出嚟啦、反而咁樣其實而家動畫版其實佢目標係乜嘢？我有啲興趣想知道。其實你要明白。電視版佢拍出嚟先有個限制，即係佢可能係主要係現代，即係你好難拍到古裝，尤其啲西歐嘅嘢。佢要講翻，可能佢今次講翻牙狼起源，即係翻圈所，即係以前佢哋魔界騎士打怪嘅故事。咁你無論要拍到片，要拍打個古裝，幾好嘥錢噶嘛？咁動畫版可能仲慳啲錢。都理解嘅，但係而家阿有馬其實你睇到而家第二集啦，其實佢有冇啲乜嘢設定已經係同呢個牙狼本身特攝版係已經有所咗關聯嘅呢？啊冇啊，唔係好簡單，其實見到主角副甲就係黃金，即係我哋之後 TV 嘅幾部嘅主角，即係牙狼、黃金騎士、牙狼個加個代嘅騎士副甲一樣啦。祖狼嚟，祖狼係絕狼，係咯，即係照做，即係上到嘅就應該係古，但佢嚟唔清楚，就係上到咁，你見到副甲會變嘅，同埋另一方面，王子而家手上嗰個加盟就係牙刀加個加盟嚟嘅，就係即係懷疑就係甲咧，黃金騎士喺度啦，但係黃金騎士副甲上嘅加盟咧就喺王子嗰度。呢、這個就係我哋唔明嘅地方、就係嗱呢套即係如果咁樣嘅話，我諗對於話有睇特攝版嘅朋友嚟講，呢一套就可即係係咪會即係睇下佢係咪第零集嘅牙狼，即係第零輯嘅牙狼，同埋應該官方講咗會有阿扎魯巴出場，即係隻戒指，即係見到 TV 版由咁多代以嚟主角戴隻戒指嗰個魔道具咧，其實就係動畫版佢話會再翻出嚟嘅就係、是。
即係都係前瞻嚟嘅。咁亦都係可能真係好似有馬所講，其實係為咗保完翻整個牙狼嘅故事嘅世界啦。其實好有趣，因為我睇翻之前冇幾耐電視版第四部《魔界之花》完咗啦，佢臨尾會打到最後嗰隻怪咧，就係穿越時空隨唔同嘅時空放霍拉嘅。咁嗰時主角打嗰陣時候講話，每個唔同嘅時代都有我哋嘅魔騎士守護船。嗯、即係話可能就呼應翻呢個動畫，即係就算去到中世紀咁耐之前嘅世界，都魔界騎士守護住嘅就係、是，咁可能就套翻呢個設定出嚟就會。係啦，但係其實個故事裏面咧，即係有啲設定其實都幾灰嘅，即係喺第二集裏面都講過啦，就話作為魔界騎士咧，係唔能夠傷害呢個嘅普通人嘅。冇、yes, 錯啦，所以電視入面睇得多啦，啲魔啲霍拉操縱住人類正常人類去打佢哋，佢哋唔可以還手，係俾人打嘅係要。同頭先講冇睇過特攝啦，佢有呢個魔界法師嘅存在啦。即而魔界法師似乎係唔受呢個限制，欸、感覺受照受一樣，全部都受。哦，全部都應該全部運用呢個力量嘅人都會受呢一個嘅限制嘅。係，總之魔界其實魔界法師都係唔可以打人，唔可以傷害人，人哋打就得，你打就唔得。哎呀，令到我又諗起一套。所以你見到第一集咧，啲就啲法師啊，係最多係吹飛你嘅啫，唔可以打你，仲有俾人圍毆死嘅。哦，即係走法律罅啦，會係。咁我吹飛你個智慧啫，但問題人多起上嚟，咁我打你唔可以傷你，咁我俾人打死啦，屈死啦就。唔係，即係你叫做我諗嗰個係一係咩啦？你定性嗰個目標，譬如我打冧，我定性目標係打冧覆牆，但係覆牆反射打傷咗你咧，就唔關我事。其實都有方法嘅，即係有啲陰質啲就掉你去霍拉度，低變霍拉。你唔係你霍拉，你咪忍話咪打死你先咯，就可以。基本上唔會人點用嘅。唔係，但係我覺得呢套嘢有機會會用喎，其實。即係亦都你都見到嘅就係法師有法師之間嘅戰鬥，就係、是、法師之間就比較打戰術型，即係其實佢係用好多唔同嘅裝備啊。佢點樣去對付佢哋？但係而魔界騎士嘅、就係真係白兵戰嘅形式去對抗呢一個嘅敵人嘅。補充翻少少嘅，嗱，彎丹其實應該理論上當呢個世界觀其實最初期設定就得魔界法師嘅啫，佢哋就靠佢哋嘅法術啦同埋體術去同霍拉打嘅就。但後呢要根據設定上就捉咗隻霍拉甲，研究咗之後整咗副牙狼呢副甲出嚟，所以你見到所有甲都係狼形嘅就係、是、藍影像，就因為得頭甲頭個來源整出嚟之後咧就有魔界騎士咗。魔界騎士出現咗之後咧，魔界法師就變咗前線，變咗就後衞啦，即刻就，所以兩邊係唔啱碼嘅就係、是。正常啊，你做一個機械人出嚟，梗係叫個機械人出嚟全面打噶啦。即係魔界騎士有個佢哋，因為佢只練體術，佢哋唔使識法術嘅，因為本身副甲已經太屈啦，已經係。但法師唔同，法師本身佢哋冇副甲咧，就可能要靠自己體術自己另外練嘅就。咦？體術加法術一齊練。當然呢個唔會劇透嘅，但係有冇喺叫做特攝版裏邊有冇兩者嘅混合，都係同時可以用法術嘅魔界騎士出現過咧？暫時印象好似冇。即都係基本上佢變身之後分明嘅，佢變身之後基本上屈曬嘅，使乜嘢發生呢種？咁但係而家你話故事裏面其實佢又分咗兩條線啦。首先就係呢一個男主角牙狼嗰條線啦，就係、是、佢要其實係復仇㗎啦，應該係一條復仇嘅路線嚟㗎啦。而另外嗰邊呢，阿王子嗰邊呢，佢就應該係一個復國嘅路線嚟嘅。睇下兩者係幾時交匯啦，定還是係互相對抗呢、這個就唔清楚啦。但係暫時嚟講幾穩打穩扎嘅整套嘢裏面，我真係覺得話，尤其是啲動作畫面，雖然 3D， 但係其實佢亦都係好聰明啦。其實牙狼副甲本身係即係先講所有魔界騎士套甲，暫時兩套裏面咧，你見到發曬光咧，其實佢係唔需要你 shadow 嘅，幾乎佢係唔需要你。係武器都唔同啦，你見到兩個都。至少個設定裏面我未見到好似我。唔知道第 N 季前睇嘅魔法戰爭咁樣，唔可以打普通人㗎，照嚼。即係暫時我第二集我未見到呢個問題出現啦。咁睇落去就暫時我覺得話都俾到少少嘅意欲我，我想之後可能睇翻特攝片。特攝片嘅風格同動畫版咪一樣咯。我諗我會當佢係 Kamen Rider 嘅形式啦，其實佢會係，但係暫時講值得期待嘅，我覺得純以動畫嚟講都係。好啦，咁我哋依套啊介紹到呢度啊，咁我哋去下一套。